好像也就是上礼拜的事情，我们在这个我的影片底下讨论里面，有一个朋友说，IG 这个字好像外国人不太用，然后我就回应他说，呀，我常听到外国人说 Insta 或者说 Gram， 我就想到，嘿，我就来做一集这个吧 ，Yes， 所以大家好，我是 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这边的标题就是在告诉你这件事情，而且这个其实是两年前的报道了。所以要是你不知道的话，对你来说这是新闻的话，我 good for you， 因为我也是一样。对我来说，这个不是新，是新东西，不是就是我这、就是、我知识库里面的东西。我们再强调一下 ，IG 这个字怎么念？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因为我还真有朋友会念错 ，OK？ 所以它的拼法是这样。那它前面其实是这个字的变化 ，instant 就是马上即刻。OK，instant。那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学泡面，就叫做 instant noodles， 因为就是即食面嘛，你马上可以吃的，所以 instant noodles 是我当年学的泡面的英文名称。到现在还是一样吗？现在我们一般泡面就叫 ramen。OK， 所以 instant 是马上即刻，所以 IG 叫做 Instagram。所以 insta 这样子，不是 instant，nt 被踢掉了。我强调这个部分是因为我真的有朋友，唉，不是在嫌弃人家，只是说我就希望大家把它念好。网际网路怎么说 ？internet 对不对？那可能就是有的人比较眼馋一点点，他会以为前面这个 inter 跟我们的 IG 前面的 insta 他分不出来。哦，你可能会觉得哈，怎么有人分不出来？我就有人分不出来。我今天讲的真的是我身边一个朋友，哦，他真的把它讲成这样，所以他就把这两个字搞混，所以他就有了 IG 叫做 Instagram。那我就听他把它念成 Instagram， 讲好几次，我就不想纠正他，因为我觉得这很伤人，所以在影片上纠正他，透过影片跟他说，如果他有看的，他好像也没在看我影片。所以同学不要把这两个字混在一起，我差很多的哈。Internet，inter 是什么什么之间这样子。那 IG 叫做 Instagram。所以有的外国人就会把它分成，把这个字拆开来，所以 Insta 跟 Gram 这样子。OK， 那什么年龄层会做这个区分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下。好，所以。唉，那而且这个网站我觉得蛮有趣的。我没有先，它下面还有一个那个 poll， 就是民调。所以我是属于40岁以上的年龄层。那我如果一定要算是我是哪个时代，我是 Gen X。OK， 我是 X 时代的。OK， 那下一个是 Gen Y， 或者我们称为 Millennial 啊，千禧年的。所以在西元2000年前后出生的人 ，Millennial 这样子。那我就是上一代，我是 Gen X。那再更老的话，有 Baby Boomer 什么这些的。所以他想要，他这个 poll 就是想要让你就测测看，说你是什么年纪，你会把他叫 IG 还是叫他 Insta 还是叫他 Gram？ 你点下去，然后你就会看到他 poll 出来的结果是什么。我为了做这个影片，我还没有点，所以我们等一下一起来点看看这样子。好，所以这边 Tell me what you call Instagram for short。所以告诉我。你把 Instagram 简称为什么？所以 Tell me what you call Instagram for short。所以意思也就是说，其实外国人已经不叫 Instagram， 他这个完整的字 Instagram 就不叫他，所以他们也会把它缩写，缩成什么？刚刚说的 Insta 或者 Gram 或者 IG。所以我等一下看的，就我把这个报道往下看，我才知道外国人也是会用 IG 的。好，就像我们台湾一样 IG 这样子，可是他们不会用 FB， 他们还是叫它 Facebook。那我们会叫 FB 这样子。All right. So because I want to see if this popular theory is correct. 所以他想要知道我们怎么称呼怎么这个 Instagram 你的缩写是什么。因为他想要知道是不是这个理论是正确的。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讲了。网络上有这么一个 theory, 就是说哦你是什么年代的人你会把 Instagram 叫做什么。已经有一个大家的刻板印象了。所以我读一下这边给你看。So, as many of you may know, we at BuzzFeed have a thing for sowing light intergenerational discord between Gen Z, Millennials, Gen X, and the Boomers. 好，所以这 BuzzFeed 这个网站，
他们就很喜欢去解决一个这个 Discord， 这 Discord 就是大家的旗舰这样子，然后而且尤其是这个每个世代中的说 intergenerational Discord between what Gen Z, Millennial, Gen X and Boomers 这几个不同的，所以我刚讲可能我是 Gen X 没有错，所以 Gen Z 是哪一代啊？ Gen Z 是比 Millennial 在前面，是不是卡在 Millennial 跟 Gen X 中间？我都有点忘记了。但总之还有 Boomer， Boomer 就是我们讲的婴儿潮，就是我父母那个年代。好 ，OK 的，我们就往下看。So as a young millennial myself, I think it's super interesting to see how factors like technology not only shape entire lifestyles or habits between generations, but how these differences show up in the smallest ways. 所以身为他自己本身是一个 young millennial， 那也就是可能二十岁都不到，或者多一点，所以他觉得这超级有趣。来看，就来看看像科技这样的因素，不只是会 shape 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习惯，就在各个不同的世代间，而且这些这个 difference 呢，也会在一些最微小的地方会凸显出来，就我们这些 lifestyle 上的一些选择，这些不同。这就再读一次给你听。So as a young millennial myself, I think it's super interesting to see how factors like technology not only shape entire lifestyles or habits between generations, but how these differences show up in the smallest ways. 就用最小的方式来呈现出我们世代间的不同。什么是最小的方式？就是怎么称呼 Instagram 啊。So that's, you know, showing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mallest way.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弄出了这一个。好，他看到一个这个 tweet， 那他的 interest 呢，马上就被点燃了。所以这个点燃兴趣这个字叫做 pick。你可能说 pick 这个字我会啊 ，pick 不就是 P-I-C-K 吗？哦，不是哦，这个字很有趣，就是 P-I-Q-U-E。So pick someone's curiosity or pick someone's interest。就引起他的好奇心或引起他的兴趣，所以这是一个其实人家容易会错的一个英文字。我们一般可能会很直觉的想成是 P-I-C-K， pick your interest， 可是不对，他正确的字是 P-I-Q-U-E。所以他有用对，他身为一个 young millennial， 但是英文是不错的，所以 my interest was instantly picked， 所以 P-I-Q-U-E 加个 D， cool。好，所以他这里说，这个也有 surprise 到我。所以现在的十几岁的小朋友会把 Instagram 叫做 IG， 跟我们台湾人的用法是一样的，很酷。所以他说 Teens call it IG， Young millennials say Insta， and old millennials say Gram。 所以要是你是 millennial， 年轻一点的叫 Insta， 老一点的 millennial 叫做 Gram， 那我呢，我叫他 Instagram。 好，然后再来，所以很多人就说这是一个很正确的 assessment。 A ton of people seem to indicate that this was a pretty accurate assessment。 所以他说 As a young millennial, I do say Insta, so I feel oddly validated by this。 所以他身为，所以这是另外一个人的推，他是一个 young millennial， 他叫他 Insta， OK， 他叫他 Insta。 所以的确跟刚这边这个人说的一样， young millennial 说 Insta， 那 teens 叫他 IG， old millennial 叫他 Gram。所以下一个人说就是 so freaking accurate. I call it Insta and the children in my year call it IG. Okay? And all my adult friends call it the gram. 所以好像也是。So I'm currently a junior in college. 什么叫 junior in college? 就是大学里面的三年级学生。所以现在大三可能也就是二十岁二十一左右。So I'm currently a junior in college. So my peers are mostly 97-99 kids. 所以他同学们大概都是97年到99年的。Mind you, 这个文章是2000年2020年写成的。所以9799年还算对。And if we don't say the whole word, it's typically Insta. But in text form, it's split between Insta and IG. Sure, okay.所以这个人用的也是用 Insta 这样子，所以下面一大人就然后有补充一下这一个，那这边有一个 Gen Xer， 所以跟我一样年纪的了。I call it Insta, but hate myself every time I do. All right, 所以蛮酷的。All right, 那下一个这个报道继续说了 ，FWIW, the theory seemed to hold up among my own friend work circles, so now I want to put it to you guys via a little non-scientific madman-esque focus group.What do you call Instagram for short? 好，这写的蛮好的，但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FWIW 是什么。这个写开来叫做 For what it's worth。
超级难翻成中文，超级难。For what it's worth， 这里面有个 it is， 对不对？也就是说，这有一个主词，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看指什么。所以我现在要讲一个言论，而这个言论就是我讲出来，看看你觉得这个言论有多少斤两吧，这样子。OK， 好，有多少斤两吧？这个翻译好烂哦，但没关系，我们就先把它讲下去。So for what it's worth， the theory seemed to hold up among my own friend or work circles。所以他说这个 theory 在他自己的工作圈或者朋友圈是 hold up 的。所以 for what it's worth， 这个 it 呢，就是这个 theory 有 hold up 这件事情。所以你就听听看啦，总之对我来说，这个 theory 是 work 的。所以我现在就把这个事情讲给你听了，所以他才在前面加了这一个 for what it's worth， 这是一个有趣的片语，这样子。所以对他来说 OK， 所以他就想要进行一个实验，就是对你来说啊，你叫 Instagram 什么东西呢？好，所以 let's settle this， what do you call Instagram for short？ IG， Insta， Gram， the Gram， 还是 something else？ 就 IG 吧，我就点 IG 好了。可是点 IG 变成我是 teen 了，对不对？因为我们台湾都用 IG， 对不对？我就点 IG 好了，点下去看发生什么事。呜、哦，所以呜、哦、跳出来了。好，所以 71% 叫它 Insta， 总共有 35.9K， 也就是35000个人点，几乎36000了。然后 IG 的是 17%， 8000多个 vote。Gram 或者 The Gram 3000多个 vote， 6%。叫一些其他东西2000多，那其他东西是什么？可能就完整的叫 Instagram。So that's pretty cool。所以最多人用的是 Insta， 至少在这个报道上，而且这个报道已经两年多了，30000多个人去投 Insta。所以要是今天你想要走的离外国人比较近的话，你以后可以把 Instagram 叫成 Insta。OK？ 不过刚那个年龄层的分布，我们要不要？台湾人也把它 take into account， 可能真的做不到，因为说真的，我们跟国外就是有这么一个差距吧，我想哈，因为我们全台湾几乎都叫 IG， 我知道，可能就因为它缩写起来是很简单的，这样，那念起来也还好 ，IG 这样，所以我们全台湾的人都跟国外的 teenager 一样。好啦，那讲到这一代可以哈，这个还蛮有趣的，有兴趣的你也可以去上面投投看，不过你已经看到结果，那大概没什么意义了。好，我是 Paul， 我们下次见。